迎来到德武开讲，见证台湾螳螂拳，传承一甲子，五行天下，螳螂十三太保。2018年，我们在云海武坛戴世哲师傅的指导下，完成了这本《六合螳螂拳谱》。今年，2020年，我们透过影像记录，把螳螂拳最重要的13个套路，包括七星螳螂和六合螳螂，我们用镜头把它记录下来，希望能够延续，然后把这个武术文化传承下去。现在介绍双峰。双峰这一套拳在六合螳螂门里面，在过去是很少公开的，它是一个不传的秘技，没有入门学不到这一套拳。我们从字面来看，双峰的双字表示它并不是单一的，双峰的峰字就表示敌人攻我，我能一一加以克制。譬如说这个套路里面的抹眉手、穿掌、错肘、缠风、披风、捆风、摇车手、千进手、金剪手、磨盘手，还有两耳扇风等等，非常的有变化，也非常的丰富。那衍生出来一些练拳的原则，就变成了注意上下、左右、高低、阴阳相应、自然、天地、本我、法理相生。我们的意念、内外、聚散、身心要相合，所谓动作的动静之间、顺逆之间、缓急之间，要能够刚柔相符，这是一套非常珍贵的六合螳螂套路。
术运动、武术文化，也喜欢我们的系列影片，欢迎订阅、追踪、分享我们的频道，感恩您。